我是种田的，我有力气啊。哦，你种田的、啊？哦，我们很重。很重哦，超级大的巨无霸的高丽菜啊，这回去要怎么吃啊？这么大一颗，慢慢切，可以吃半个月可以吧？OK 啊，百块一颗可以吃半个月耶，算了，对不对？多重？我拉你回身，28。你觉得它比一般平常还大几倍？大几倍啊？至少也有五倍以上吧。五倍以上哦，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大。对啊，我们要尝试买一颗回去吃看看。吃不完，吃不完啊。人家说哦，这个如果过年的话，可以从除夕吃到初七，应该不止，应该不止啊。因为觉得这个巨无霸高丽菜很特别哦，看新闻的介绍，觉得说很好吃，很好吃，我想要尝试一下，顺便买几颗送亲戚好友。你看，那总共买几颗？五颗。啊，你刚刚这样踩，这样会不会很重啊？好重，好重哦。做高丽菜做种这个、哦、真的很辛苦，我们要感恩谢谢这个廖老板，有我们这个荣幸来采这个高丽菜。你从哪里来、啊？从彰化和美。老板，以这跟一般咱高丽菜的叫狗来讲的话、哦、差别少咧都。哦，伊的时间点较久啦，伊这时间点吼、哦，拢爱炒四个月，我要搞五个月。好、哦，规个开始安尼种得到五个月，嗯、啊，所以讲伊成本啦、啊、吼、嗯，啊，这个管顾会较悬啦，会较悬嘛吼。咱若甲一般高丽菜，一般高丽菜炒70天嘛吼，差不多。OK， 啊，那安尼我安尼栽种起来成本差不多，那该比起来，加一杯有哦，加一杯啦吼，加一杯有哦。啊，即阵啊，伊通常这时间高丽菜哦，咱白地拢播出啦。给小龙烤白，阿丽怎样可以另类杀出这样的一个，还是怎么样吗？是当初考量，是感觉讲伊较特别啦，特别在哪讲？讲啊，要做风景也好，要食也好，嗯，哦，啊，都甲别人无同款，哦，啊，想讲啊，无试看卖安尼。是，伊你家这片爱炒几粒？只哦，只可能炒咧800左右啊啦，800粒左右啦。栽种的时阵，距离拢爱掠出来嘛。哎，距离爱掠出来，高爱较大，高啊距离，我拢种差不多要五尺左右啦。哦，长甲长拢差不多要到五尺左右，安尼伊生长起来，甲袂去伤钱着。